蟹足肿是因为疤痕组织不正常增生，究竟蟹足肿体质能不能植发呢？台北 My Hair 生发植护诊所林哲佑医师表示， FUE 植发手术愈合快，伤口小，疼痛感较低，可避免表面疤痕增大影响外观。若有疾病治疗等问题，请向泰医生医集团医师团队咨询。